儿子，我现在手都是抖的。还有个女的在里边已经不见了，这个男的下去转了一圈没有找到人。哎呦，抖死了。不行，那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可能没外边水更高，山羊外边水更高。这里是龙海路隧道，隧道出隧道那个口。里面还有人，有好几个人淹死在里面了。看前面是出口，这里是隧道出口。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，那水已经很深了，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。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帮我们报个顶，我们在沙口路，我们离沙口路很近，沙口路地铁口5号线，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，转发一下。